大家好，我是剪辑师啊。看一下小鸭跟叶枫的这一局啊，看一下陶小鸭这边手底的玛丽面对叶枫首发的八神。好久没有看到陶小鸭选玛丽了，其实他的玛丽武功相当高的。好了，关角落，看一下小跳地抓，然后再夹带走三七三满。这场比赛我也不知道啥规则啊，这个两个人的阵容很奇怪啊，这边是龙二大猪玛丽，这边是八猪门。看一下三七的玛丽啊，叶枫这大猪喜欢进攻，这喜欢进攻都不太好打玛丽啊。抢抓抢到了，夹一下，看怎么防啊，正面原地跳再封住，下盘两点再一个抓再一个夹，这大猪没得好快啊，就像叶枫玛丽打其他人大猪关角落的时候一样啊。这三气不爆一个啊，就叶枫的玛丽爆气啊，他们这是不是跳 C 啊，不跳 D 再抢，然后再夹高点摘新手进角落啊，想延迟一波小跳抓追一个小跳 D 玫瑰啊，再刚啊，哎呀刚 CD 了可不容易啊，相杀反三